賽中裁決組第二輪比賽，今日嘅辯題係港府應購入世界盃直播權公司免費觀賞，對賽雙方為正方宣導會陳瑞思敬，同埋反方保良局八周年李少忠敬。我哋好高興可以請到三位評判為今場賽事評分，佢哋分別係圣马可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林可怡小姐，香港中文大学前辩论队队长陈其康先生，嘉文柏宇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黄文杰老师。本场比赛分主辩、公辩、一副、二副、自由辩论及结辩共六个环节。發言時間為4334，公辯則為每方2分鐘，自由辯論則為每方3分鐘。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有一丁提示，夠鐘則有兩丁提示，超時15秒則會連丁記下。詳細賽規之前已經發布俾各參賽學校，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冇嘅話，而家先請正方主辯到台前準備，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先發計時。主席、評判及各位，大家好。今年俄羅斯係第21屆嘅世界盃，參賽嘅包括5大洲嘅國家。經過長達2年嘅外圍賽，決賽周嘅36個國家喺2018年6月14號去到7月15號，為期1個月進行64場賽事。今日睇政府買唔買體育國際盛事直播權嘅有3大標準：第一，該項目係咪受廣大市民歡迎；第二，係咪吸引得到嘅全球項目；第三，購買係咪能夠為社會帶嚟效益，而當年政府係咪有足夠嘅盈餘。我方相信世界盃合乎上述3個條件，因此建議政府通過港台斥資購入世界盃直播權，免費提供給各個免費電視台自由包裝播出。咁樣做嘅好處有3：第一，帶嚟體育熱潮，提升生活素質。世界盃是4年一度的體育盛事，足球亦都是香港人熱愛的運動之一。不少人平時即使不是球迷，在世界盃期間都會收睇。大家各有愛隊，各有追星，有人喜歡英格蘭、德國、法國，有人欣賞冷門的日本、比利時等等。今年英格蘭對巴拿馬收視人數達到138萬，創 ViuTV 開台的紀錄。而香港是世界盃累積收看的人數亦都達330萬人次。但是過去20年，世界盃多次因為直播權的問題而爭拗，例如是只是播出幾場，或者是開賽前日先確定是否能夠免費播出。即使今年比較順利，都只不過是由 ViuTV 免費播出19場賽事，其實是不能夠滿足廣大的球迷。反觀內地、澳門都免費直播所有賽事，政府出手購下版權，可以為香港市民帶嚟熱潮，提升幸福感。第二，確保公平公義，提升政府民望。世界盃是一個體壇的盛事，體育是本身有其凝聚力，在傳播公平競技、團隊合作、努力真誠的文化有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事實上，今年由 ViuTV 和 NowTV 呢個直播權只不過是1億5千萬，佔去年財政盈餘1300億嘅大約係0.1%。政府只要花少少嘅金錢，就可以令到香港不論係貧富都可以收睇全部賽事。一直以嚟咧，只不過係較富有嘅家庭先可以俾得幾錢收睇。一般的市民就好像被施捨一樣，只能夠獲得幾場的賽事，就是短到獲得再短的賽事精華。其實政府只付出少少的資源，都能夠達至公平、公義、全民共享，有利提升政府民望。第三，減少惡性競爭，促進創意商機。今年樂視長高以4億去購下直播權，最終倒閉。
幣收場，上間無線都曾經以3億去搶直播權，結果亦都係蝕本1.5億，順利倒退19%。政府借港台購買直播權，減少無謂嘅惡性競爭，浪費社會資源。各大電視台免費播放，將搶購嘅資源用翻喺發揮創意，去提升節目質素，特別係廣播嘅質素、相關宣傳活動等等。而商場、酒吧、食肆亦都可以零成本去播放世界盃，但可以各自發揮創意，營造氣氛，吸引顧客，促進商機。最後想問福利學，維持現有世界盃嘅直播模式，對市民大眾乜嘢利處呢？多謝各位。12場可以免費播放，為什麼有表姐
嘅咯喎，咁點解得十九場嘅？第二十九場係啊，淨係後邊啲。我唔緊要啦，今日我哋揾錯資料唔緊要啦。好啦，你問下維持現狀對電視台有咩好處？維持現狀對電視台，跟住電視台就可以透過售賣堅尼去賺取一個收益咯。喂，今日可能用錢鬥，今日我方咧用質素鬥，今日唔同電視台用質素鬥，點解唔好？我問一問質素究竟喺一個政府部同埋電視台部究竟係有咩分別咧？其實冇分別嘅喎。今日有分同學，與其電視台用嗰幾億去搶嗰啲版權嘅時候，點解唔好繼續提升節目質素？你覺得而家政府嘅節目質素有問題，我就覺得好冇問題啦。我唔怪得知今日有分同學咧，要覺得即係而家佢覺得而家 YouTV 嗰啲係冇問題。好啦，今日有分同學，按照你嗰個方案對觀眾有咩好處咧？對觀眾係可以免費睇到一個長節目。咁我方觀眾都係免費睇到嘅。你剛剛提出嘅建議係？俾呢個政府免費買咯，但係點解用公帑免費買？用公帑免費買係唔合理嘅。點解唔合理啊？因為佢公帑係用作社會福利嘅事務噶嘛，喺世界其實好明顯唔係社會福利事務。喂，今日如果起條大橋嚟幫助經濟，咁都唔係社福機構噶。點解起大橋就係社福經濟？社福經濟就當然係包括。即係因為方同學咧覺得起，即係而家咧資助足球場嗰啲全部都唔使起，因為唔係社福係咪？資助足球場。咁咪可能你搞錯咗啦，唔緊要。我問你，你點樣可以提升公平公義？係咪就係有錢先可以睇波？其實窮人都可以落去茶餐廳啊、商場啊，其實都有好多免費睇嘅。茶餐廳而家用咗啲錢嚟去買版權嘛，但點解唔可以嚟搞好杯，即係搞好杯嘢飲啊，吸引啲顧客咧？咁茶餐廳吸引顧客嘅方法有好多種啫嘛。咁點解我方唔係幾張重？因為地方所提倡嘅係。之後就輪到化妝方便，請化妝派出一個圖。化妝方便開始，你有冇有啲時間？有風和，你係咪覺得我哋政府係有好多閒錢去買嘅錢有啲過程咧？唔係啊，我跟住已經講咗，我哋買世界盃嘅標準係當政府有盈餘嘅時候先買嘛。哦，咁你而家覺得我哋而家政府有冇問題咩？有。哦，有啊，所謂有方便眼前嘅利益，唔係到對眼嚟，一睇波就唔理其他嘢啦。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報告指出，香港最快2030會出結構性嘅赤字，有方幣認為到時香港冇法開冇錢用，都要俾錢嚟睇波。我方幣講咗，有盈餘先買啊嘛。當香港真係出現咗呢個問題嘅時候，點解我哋仲要買波咧？哦，咁即係有方幣，我想問下你覺得幾時先會停止有盈餘咧？咁如果我可能出年冇盈餘嘅話，係咪一年都唔買？咁呢件事就唔成立噶咯喎。即係話今日有方幣，你根本唔確定幾時會有盈餘啦，除非你可以保證係長年有盈餘，否則你都確定唔到你會買世界盃直播權噶喎。嗱，我方冇講過，如果之後停咗買，就代表成變成唔成立喎。我哋認為政府應該買係因為佢有盈餘嘛，而家我哋見到政府的確係有盈餘喎。哦，咁樣有方幣真係好圓啊！原來有盈餘就買，冇就唔買，咁就唔係應唔應該買啦，而係你有錢淨係做咗佢批放啫嘛。有方幣你好奇怪喎，咁你知唔知而家政府嘅開支係幾多啊？但係而家政府有方幣你所講嘅係政府唔好意思，我知唔知政府開支幾多？哦，有方幣可能唔清楚。原來咁樣有方幣連政府嘅收入同開支，佢哋分佈有幾係點樣分佈，你都從未清楚情況下，就同我講話有盈餘就買。咁你連政府嘅財政狀況都唔清楚嘅時候，你談何話要買世界盃直播權咧？就我因為政府的而且確係有足夠嘅盈餘可以去買嘅時候，咁點解政府唔可以去買咧？再者，其實唔好意思，依家我問你咁難啦，我問你政府，我問你知唔知根本局喺前邊度使咗幾多錢啊？根本局喺前一佢使咗512億係為咗穩定港元，可以見到你香港嘅外向型經濟咧有啲脆弱。咁你憑咩覺得我哋香港喺之後係唔會面臨任何金融危機？一件喺下年即刻面臨金融危機嘅時候，咁你係咪就完全唔會再購入世界盃嘅直播權啦？咁我哋而家眼見睇到香港的而且確係有盈餘啊嘛。觀眾各位大家好，今日我按住辯論有方同學咧，咁維持現狀有咩利處？今日方同學答唔到，咁佢知道咧，今日如果
位置，再講一次你個今日嘅學習上咗嘅事實。第一，但係咩你將今日可能講唔到㗎？你今日可能同佢講咩？啊，原來咧睇世界盃咧，其實同你睇戲啊、誒睇演唱會一模一樣㗎。就係、是、今日可能反對嘅，就係、是、今日可能會作你嘅體育咯。啊，睇我哋今日見到睇戲呢一啲嘅商業活動，其實世界盃係咩？除咗一啲商業活動之外，更加啲嘅體育盛事，體育全民啦，去一齊放鬆啦，去一齊去感受體育氣氛咁樣分同學。其實咧今晚有分同學同你講咩？今日可能公演時間同佢講啊，啲同仁可以點啊，就可以落呢個茶餐廳睇咯。點樣有今日有方華所講嘅一啲公平點嘅？咪今日你方華講咩啊？原來方華都有得睇，但點解咩？原來有錢人咧就可以喺屋企睇啦，同仁咧就自己落茶餐廳睇啦，自己落去酒吧睇等等啦。所以今日方華呢啲係咪有方華所想嘅所講嘅公平呢？其實咧，今日方華有三個擔心㗎。第一，今日方華叫咩嘥錢啊！今日方華講咩啊？原來咧，呢啲錢咧，我哋原來咧，而家唔好夠錢，我哋要做一啲嘅社會嘅福利先啦。咁啊，今日方同學，我見到而家香港有1300億嘅一啲嘅財政嘅儲備同埋盈餘嘅時候，而且咧今日見到今日方啱啱個金管局亦都撥咗510億嘅喺一個嘅未來嘅基金嘅時候，我而家未來香港嘅財政情況係咪連1.幾億嘅呢個世界最高權都買唔到呢？我方從來冇講過要建多條幾條橋愛科技嚇市民，但問題係咪真係兩樣香港嘅財政狀況係咪迫切到兩樣係唔可以同時一齊做？我今日見到一啲要需要幫助嘅人都要幫，但點解我哋唔可以一齊去一齊買個世界盃嘅直播權？等大家都可以喺呢個生活壓力之下，多睇下波咁同埋呢個體育氣氛嘅時候有何不妥呢？第二啦，今日有方同學轉面同佢講咩？啊，其實咧，今日咧，我哋原來有19場就得啦。咁咧，咁其實咧，我哋買曬14場咧，過完今日入嚟啦。嗱，今日我冇話咧，今日過完啦，全世界咧就會睇完呢個嘅64場嘅賽事啦。但今日見到，譬如啦，我係中意呢個特尼西亞隊嘅，但原來今日咧，今年咧，BTV 冇俾到特尼西亞隊我睇喎。咁今日我咁樣點咧？如果我政府買咗呢個世界盃嘅直播權嘅時候，我咪可以睇到自己外隊睇到自己嘅賽事啦。啊，而且我今日見到啦。每人將自己外對嘅時候，點解由電視台去決定要播邊幾場俾我哋嘅市民睇呢？點解唔係我哋今日播完呢啲64場係真係滿足市民嘅需求呢？今日方嚟咧第三個擔心咧，就同你講咩啊？其實咧而家已經夠啦，所以以後就唔使播啦。但今日方咧就話咩啊？其實而家有22場，但今日有方同學 BTV 播埋計埋一個嘅揭幕戰同呢個決賽時都唔夠22場啊嘛。今日嗱，我今年其實咧今年呢個 FIFA 嘅規定只可以播只係之後咧要電視台去播呢個揭幕戰啦、決賽啦同埋4強賽嘅啫。咁今日咧今年有19場，下年今日有方係咪可以確定一定有19場嚟咧？會唔會剩翻4場時候，今日有方同學確保咗咁多？正方第一副片所用時間為3分04秒，報銷時無需扣分。而家請反方第一副片，你有3分鐘時間準備報銷嘅報銷時。主席、評判、任方羅、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需要明白嘅一件事，無論你坐唔坐喺足球有幾受歡迎都好，你無法改變體科本身就係一件消遣嘅活動，用公帑嚟買消遣品，於理不合。可以見到今日你已經違反咗攞方所講嘅第一項原則，亦都即係基本法第107條所講嘅審慎理財量入為出，而且為佢呢個原則所帶嚟嘅影響係有社會代價㗎。因為呢筆公帑如果用喺正確用途，可以放喺各項嘅政策同社福項上面，就算放喺有方同學首先所講嘅起球場等地方，都能夠達到佢講嘅效果。咁點解今日一定要買世界盃直播權？用一個唔穩定嘅因素會承受呢啲風險，未必達到可以去提升嘅體育風氣。點解我哋唔做一啲真正係有效可以直接幫到體育方面嘅嘢呢？而且當中嘅機會成本根本有方就冇衡量過，更何況今日嘅倡議唔單止好嘅 B 球迷嘅反感同反對㗎，而且資深球迷正如我開篇所講，對佢嚟講都冇太大嘅影響。所以見到其實佢哋只係為咗呢4年1度嘅球迷可以睇多42場，俾佢哋多1個月嘅快樂，而違背原則，付上沉重嘅社會代價，就值唔值得呢？我方見到好明顯係完全唔值得㗎。首先，其實今日有方所嘅好處係誠意，只係一廂情願，未能夠證明當中嘅必然性。有方同學今日就可以提升社會運動風氣啦。但我方見到無論係2008年嘅奧運協辦馬術項目，定係2009年嘅東亞奧運會，呢一啲嘅東亞運動會，呢一啲項目都係喺正香港呢個地方舉行，呢啲項目都未能夠提升香港人嘅運動意識。點解你覺得坐喺度睇波睇1個月就能夠做到呢？更何況有方口中話可以提升佢生活素質，呢啲係4年先得1次，最得個3個禮拜，1個禮拜1億嘅提升
貴咁係咪值得呢？近十幾日世界波好似佢所講，只係一股熱潮，係極為短暫。試問在座各位有幾多記得上年世界盃嘅四強係邊幾隊呢？除咗唔值得之外，仲係語傷真理㗎。其實好似 NTV 等等嘅收費電視台，其實一直都係有靠世界盃嚟吸引新客嚟簽約，同時保持舊客嘅數量，提升用户嘅忠誠度。如果政府購入直播權嘅話，無疑係重重打擊咗佢哋嘅生存空間。要知道，好似無線收費電視台13年嚟蝕咗22億，有線電視台9年嚟蝕咗16億，足見其困難之處。依家報緊世界盃嘅 Now TV 先至仍有國力，有翻同外嘅何區打破自由經濟市場嘅原則，帶嚟咁大影響，攞走埋佢哋嘅救命稻草咧。其實呢一啲就係正有翻同係因為我哋會帶嚟咩利處，呢啲就係我哋帶嘅利處咯。若我哋如果唔買嘅話，就唔會遇上真理，而且仲可以為用呢筆錢做各項嘅社福項目，何樂而不為呢？就有翻同學打破曬兩項政府一直處事嘅原則，審慎理財同大市場小政府，又正納唔到佢嗰啲凌駕性嘅需求，係咪真係必然嘅喎？即係估估下，點解唔做一啲必然嘅嘢？就好似我剛講嘅澳洲呢樣方案咁，增設發牌嘅條件，喺發牌條件裏面講明作出規管，而唔係干涉自由經濟市場咧。有方案希望你下一位辯員可以正面回應呢個方案，唔好再逃避啦，下次各位。正方第二副面，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由方同學你提出咗個方案，但由方連方案細節都未同我解釋清楚，所以請由方同學解釋清楚先同我哋講呢個方案啦。由方同學問我哋房屋福利啊嗰啲點算啊？由方同學1.5億，請問影響啲乜嘢呢？元朗呢條橋有17億，觀塘起個水池有5000萬，有方同學呢啲你不如唔好做啊！反過嚟對方啦，我想反問對方一個問題：有方同學係咪話冇錢嘅你就落茶餐廳睇咯？人哋俾幾多場你咪睇幾多場咯？有錢嘅你咪去買收費電視咯？反方其實一直解釋唔到維持現狀有乜嘢好處噶。其實世界盃作為一個世界體育盛事，政府確版權可以帶嚟3億6年。第一，公眾層面。公眾係唔使等電視台施捨，唔使驚電視台傾唔掂數，可以自由打合適嘅時候合適隊員嘅比賽，對公眾嚟講咧係絕對有利噶。咁有方同學於是反問咯，喂咁啲非球迷點算啊？佢哋話咧用公帑買世界盃咧幫唔到呢啲人喎，但我哋要必須明白，佢哋係有自由選擇權噶，佢哋想睇咪睇咯，佢哋唔想睇都冇人逼佢哋睇噶。就正如政府開圖書館咁啦，唔中意睇書嘅人咪唔睇咯，冇人會逼你哋睇書噶。事實上，唔追睇波嘅人就其他頻道可以選擇，例如財經台、J2 台等等。但最重要嘅係，當有一晚佢突然之間想睇下波，佢都可能好公平咁一齊免費睇。第二係電視業嘅層面，世界盃咧今年就樂視投到嘅，但樂視咧出咗天價5億，搞到自己破產喎。有方同學咧好驚咧呢啲影響呢個收費電視台生存㗎。其實你要佢哋用天價去搶世界盃嘅直播權，咁咧先至係危害佢哋生存最大嘅問題。加上收費電視台嘅命脈並唔係你所講4年1度嘅世界盃，佢哋真正嘅命脈係英超呢啲全年都有賽事嘅，而呢啲先至可以吸引到佢哋嘅客户喺度續約，令到佢哋有錢收。有方同學，如果政府唔買直播權，電視台之間仲不斷出天價去搶，係有國際足嘅非常之開心啊！但見香港電視嘅發展係咪有利呢？天價有國際足嘅電視台有幾多錢可以搞嗰啲節目質素呢？最後係政府層面啊！一個世界盃64場，鬧鐵用到1.5億就買到啦。數字顯示咗今年世界盃有330萬香港人至少睇過1場直播，政府只係付出1.5億，所以令到呢330萬人喺呢個月裏面得到快樂。點解對方講到呢個舉手之勞係十項不捨呢？對方擔心此例一開拍都要買喎，唔緊要啦，4年1度國際盛事就係我哋嘅標準。有方同學用1.2億用唔到3億，點解有方同學會反對我嘅方案呢？多謝各位。正方第二副面所用時間為2分43秒，無超時無需扣分。跟住請反方第二副面，你有3分鐘。主席，有冇？
各位，今日有方同學要提出個好創新嘅建議，而家建議其實係全球罕見，冇咩地方會用得上嘅。我覺得都稱讚有方同學嘅膽識，可惜嘅係膽識都唔係大曬㗎。仍然有方同學要有嚴謹推論同論證，正話政府用公帑去購入直播權係符合以下四件事：第一係必要性，第二係咪真係符合公共財政嘅原則咧？第三你所講嘅利處係咪真係成立㗎？第四有冇更加嘅方案呢？從呢四個角度去睇，可惜嘅係我方見唔到有方建議去改變呢四件事。首先有方誇大個必要性，有方係話乜鬼平均就話平均可以睇一場啦。咁但係本身我哋已經有19場啦，你話平均睇一場，咁點解有點解我哋政府仲要花費3億咁多1.5億嘅錢去買呢個直播權呢？其次，我方再強調一次，有球迷係有兩種嘅，一種係專業球迷，一種係4年1度嘅球迷。其實如果你將131萬，好似你所講啦，最高嘅收視人次去分做兩派，一派係專業球迷，一派4年1度球迷，你只係益咗嗰4年1度球迷。究竟可能最尾嘅人數可能得70萬或者80萬，咁究竟你而家所提出嘅呢個方案係咪有用嘅呢？有方又話啦，市民開心，我哋要與眾同樂。有方同學，你今日就係睇民粹，你係咪我哋香港唔係睇民粹政府嘛？個問題係個問題係我哋要考慮一下公共嘅財政支出嘅原則啊嘛。我有方，我問你啦，你覺得你今日呢個方案係咪真係符合呢個審慎理財嘅原則呢？我哋而家政府好多基建啊，好多社福啊，1.5億可以足以去造成一個青年發展嘅基金啦。咁有方同學，點解你覺得呢1.5億係少呢？有同學其實你所講嘅利處可能都係一廂情願。你話可以提升民望啦，但有方你知唔知政府曾經花費300萬去放一場煙花？你知唔知最尾佢俾輪流得有幾慘咧？有方同學，你而家用3億去買一個可能你買完佢哋都唔會去睇嘅一個球賽，有方同學你覺得合唔合理咧？第四，有方同學根本冇清楚回應我哋嘅建議。我哋嘅建議係提出澳洲嘅方案，政府喺收費電視嘅牌照中訂明唔可以同免費電視競爭某啲特定嘅體育盛事嘅轉播權，以致市民可以睇免費波。請有方清楚咁回應我哋嘅建議。如果係啦，今日要訂立你哋嘅措施係實行到嘅係你哋嘅責任，唔係我方嘅責任。有方同學又話公平公義啦，但我唔覺得佢打開呢個電線係有乜嘢存在乜嘢公平公義嘅問題喎。其實佢大可以去商場，可以去酒吧，其實呢樣嘢唔係更加好氣氛咩？對於佢嚟講，有方同學你點樣正立？佢哋係比較中意喺屋企睇，唔中意喺酒吧，唔中意茶餐廳睇咧，可能氣氛更加好添喎。有方同學，我知道你今日所講嘅係基於好多利處，但我想講，你如果今日做呢個弊處會更加多，即係各位。我想問你嘅方案又點樣可以證明到係可以提升到市民嘅風氣啊？有冇咩數據係
有方答我先，同埋免費電視同埋我上市場。哦，真係有方啊，真係有趣。你嗰陣買完之後，佢話市場點解會唔過曬華資場？哦，好啦，咁有方同我買完之後，要免費過曬出去㗎。咁邊個仲會爭嘅方同學？你頭先講係免費電視台買翻嚟㗎啦，佢唔揾免費電視台，仲不過喺邊啊？你淨係可以過喺香港嘅啫喎，佢係免費電視台嘅方同學。咁我即係是但嘅生意，邊度會去出？結果又要落翻喺啲收費電視台收息，結果又係天價，又係冇，又係結果大家都睇唔曬全部咯，有方同學。有方同學，你都唔識講啦，買完。買完你博誒，你博唔曬資，人哋又睇唔曬，點解你買咁多？你攞三億，你攞一點五億買回家？我就係有可能博唔曬，所以我方面要買曬，等大家都可以中意嘅外女都可以睇到咧，有方同學。點解政府要用公帑去買呢個先天性嘅問題，唔係多或少啊？咩係消遣性？因為係促進緊成個生活素質。有方同學，你冇？有方同學，我未講完。問題係你個方學點樣可以促進個生活素質啊？即係唔用天價搶，咁要即係點樣先搶到咧？免費電視台。有方同學，不如你話俾我聽，究竟你呢個項點樣去提升你嘅生活素質？你而家可以話我哋，我哋其實冇責任去提出多一個方案俾你，但係你而家要需要去提出呢個方案講俾我聽。我而家就係由方同學提供唔到一個更加嘅方案。今日有方同學係講話免費電視台有先決，有優先權去投標，但今日有方同學確保喺試辦嘅情況之下，呢電視台都會去投標呢免費電視台。有方同學，如果我幫全港市民接，我都可以提升佢生活素質，我可以改善佢居住環境。咁點解你唔用公帑去幫全港市民置業啊？佢又方忙，我哋由頭到尾都冇講過，我哋唔用公帑去做呢啲喎。只不過我哋而家嘅公帑係有盈餘，我哋係有足夠金錢去做埋呢啲嘢喎。嗱，而家真係睇咗好有趣嘅嘢，有方忙話冇諗過，冇話過唔做呢啲，即係真係有諗過用你公帑去幫全港市民置業喎。有方忙恐顯就冇考慮過我哋政府嘅財政儲備啦。有方忙話你唔考慮政府嘅財政狀況，你點樣考慮點樣用公帑啊？一直係用。公帑去年1300億盈餘嘅0.1%，你方覺得多定少？原本係唔使用喎，唔使用去到用咗，你都係多咗定少咗？有方同學，唔使用啊！我係多咗有方同學，但係多咗係有用喎。反問翻有方同學啊，你個反方案咧用唔到嘅時候，今日有方同學確保咧，今日有方同學有冇需要係你個全民係要需要嘅生活市場咧？呢個係違反呢個公帑使用原則，唔係佢係多話少，而且你嘅利益係冇辦法證明到，你根本冇辦法證明到可以提高生活素質，你用呢、這個。原本唔使用公帑，由30多萬點用完公帑，要結夠幾多萬？今日有方同學，我而家用完公帑之後，有用咪得咯，有需要係有帶人睇咪得。我反問翻有方同學，你哋係咪都係想市民睇到六十四場波？有方，你話下佢今日話用唔到就得，今日係為咗自我滿足嘅，就根本就唔係為咗廣大市民利益。佢話有效益咪得，我就係問你咩效益？無論直到你知，你係話有效益有效益，你唔係講完就有啊？唔係，即係我會將大家全民135甚至咁多嘅人一齊會將佢方案。我反問翻有方同學，有方同學方案係咪想全？全港人都可以免費睇到64場波咧，有方同學。係咪全港人都會睇波先？誒唔係，但係從來冇一個政策要唔出曬所有唔同每一個香港人噶啦。咁你要知道嘅係，而家冇用公帑都有300多萬，咁我想問點解你無啦用公帑咧？你有啲咩提升我問你，你究竟多咗幾多萬呢？用之後，今日我咁唔中意游水咯，咁喺游泳池係咪對我唔好啊？我而家問緊你嘅係，你覺得用之後會有啲咩後果？冇嘢咩效果？你今日都仲冇有咩提升？你起泳池多咗可以去游水咯，但係今日可以入，因為多咗可以去睇波，你多咗去睇波係多咗去消遣，多咗去游水係多咗去運動，兩者性質唔同。今日有方同學，我再問你一句啦，你用多咗公帑，你覺得你有幾多萬人嘅提升啊？你可能你唔好咁樣侮辱體育先，其實體育係講緊成個生活素質問題啊，可能係即係電視台又可以促進商機。你可能你覺唔覺得可以即係將啲成本擺翻落提升節目質素好定唔好？有方同學，足球係運動，體育係消遣。你製作電影係一種學術上嘅嘢，但你睇戲就係消遣。你嗰樣嘢本身係唔係學術，同埋你睇嗰樣嘢係學術兩回事嚟㗎。反方時間已用畢，正方信源。38秒發言時間，可以自由發出電發。其實無論是公帑運用上面，有可能咧話而家公帑很多，但今日問題即係佔0.1%嘅時候，就係即係睇到唔係咁多啦。但再加上今日有方問我哋係唔係即係要幫埋嗰啲咩置業嘅問題，今日有方你唔好拉埋呢啲嘢講先。即係問題係我方可以無論喺商機方面啦，無論喺生活素質方面，可能啲
人咧，可能就多咗個選擇，無論中意睇波唔中意睇波，但係問題就多咗個選擇。再加上就香港人咁中意睇波嘅時候，其實係促進緊，即係無論物質非物質嘅生活素質都係促進緊。再加上可能政府嘅民望，即係無論政府嘅民望啊，可能即係管治威信方面，多謝各位。正方發言時間用盡，自由辯論環節結束。而家係結辯準備時間，雙方結辯均有一分鐘時間。
我哋唔係話見到佢哋可以，我哋唔係話見到有心素質提升就誒，我哋你唔係話以為你唔係估，你唔係估估下覺得可以提升心素素質，可以提升文學就去做噶嘛。其實咧，其實咧呢啲體高帶嚟嘅好處咧，只係有方同埋一雙前面嘅年紀係非常出類嘅。我哋都同意咧，足球咧有一種唔可以抵擋嘅魅力啦。但係我哋而家用嘅係納税人嘅血汗錢去買直播權，要分清楚想要同埋需要。同埋社會利益噶嘛，我希望有方同學嘅眼界可以多元化啲啦，同埋諗下有其他方法唔用錢就可以唔用錢去令市民可以睇到世界盃咧，例如好似我哋反方案咁樣，我哋學校澳洲立例令有線電視唔可以同無線電視競爭呢啲大型運動項目嘅直播權。直播權。
面已經入咗其他嘅福利，而有班同學喺負面嘅喺負面曾經講過，話其實唔應該買嘅，因為買咗之後咧，政府就會俾人鬧啦。咁即係有班同學嘅觀念係咪就係政府會俾人鬧，所以就唔應該做呢？第三，公眾意願。今日我方睇到市民有130万嘅市民會願意去睇呢場波。咁請問有班同學又係咪覺得呢130万嘅市民就唔應該去幫助呢？咁圖書館呢啲起嚟又係咪多餘嘅呢？最後，其實有班同學今日咧未能夠論證到佢哋方方案嘅好處，但係咧就未能但係我方就能夠達到市民政府。比賽過一段落，請大家留喺原位稍等一下。政方嘅論點三咧係有講到嘅，佢就係想話
點樣減少惡性競爭啊？點樣令到香港啲電視台咧就可以有一個良性啲嘅表現，然之後咧就可以提升唔同嘅創意產業嘅文化，又可以刺激到香港本地嘅經濟，例如廣播質素可以提升，酒吧又可以零成本，茶餐廳可以零成本咁去製造。咁即係話咧，其實如果到即係到中後期咧，其實真係落咗筆陷阱，就係對方咧真係能夠將你講成係純粹係要豪花一筆嘅公帑俾市民去消遣同埋娛樂。如果你哋喺呢個位置度跳唔到出嚟咧，其實講真嗰個係十分之劣勢嘅。咁但係如果你哋可以緊記到主線，其實係有呢個部分嘅，其實唔係齋消遣娛樂啊。第一係刺激經濟啦，第二係四年一度與民同樂啦，第三仲可以趁機去推廣呢個足球嘅文化。即係如果你哋可以講多啲睇波唔係齋為咗開心，睇波其實係有好多。對於全港嚟講，體育嘅事業、文化創意嘅產業或者本地嘅經濟都有幫助嘅。其實個優勢就即係個劣勢，首先唔會俾人打咗出嚟啦。咁二嚟就係可以打翻出一個均勢先啦，冇有優勢。咁但係最少咧，反方今日嗰、那個主線咧，我覺得設計上面十分之精彩。即係咧，從一個公帑嘅嗰個角度去設計啦。咁再講就係其實先定義咗或者定位咗咧嗰個嘅。睇波就純粹係消遣，咁但係踢波咧先至係真正嘅體育。咁呢個嘅分法咧係非常之好。咁但係唯獨是就係要小心一樣嘢咧，就係當你用一個公帑去切入嘅時候咧，其實你真係要講到譬如你主辯又會講話，其實咧唔係錢多定錢少嘅問題，係值唔值得使嘅問題。但其實咧後中場咧又好大力咁樣去 hold 住呢個金融嘅危機啦、結構性嘅財赤啦。咁但其實你又講唔到佢真係好大筆錢。咁所以我就覺得呢一個咧就係開咗好大個範疇出嚟。想嘗試恐嚇評判啦，就係話如果你四年一買四年一次嘅世界盃，每四年用一次三億咧，香港就怕會唔夠錢用。咁我覺得呢個又係話真係好難說服到我自己。咁但係如果你用翻正方主辯反方主辯嗰個通嘅，就係話喂，其實唔係幾多億嘅問題，幾多錢都唔應該使喺啲唔應該地方，使喺啲唔應該使嘅地方度係唔應該嘅咁樣。咁嘅話咧，咁你又冇必要去攞一啲嘅數字出嚟論證香港幾少坐車啊，或者香港幾唔夠錢。咁我覺得可以慳翻啲時間咧，佢真係大力多啲去攻擊多啲嘅對手。咁呢個就係雙方主線上面，我覺得兩邊都有少少需要補足嘅地方。咁但係去到中間咧，我覺得爭拗嘅地方其實都唔少嘅。但係就想講第二個問題啦，就係雙方咧都冇捉住大家嘅嗰啲原則去討論。即係譬如今日原先講反方啦，如果反方咧能夠捉住正方嗰幾個原則，我講受到市民廣大嘅歡迎，每四年一次又符合呢個社會效益嘅，其實大把嘢都應該政府買啊，係咪咁？迪士尼就當然係唔知係咪四年一次啦。咁但係你淨係講緊體育嘅項目都應該有好多，即係譬如奧運啊，或者唔同嘅世界錦標賽啊，咁都可以嘗試下去問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又唔覺得正方唔係唔敢反方忽略咗嘅，不過反方喺度見面先開始提出一啲。上綱我哋叫做上綱嘅例子，咁我覺得又唔係似嘅，咁可能係策略上就咁樣鋪排，但其實可以去質疑多啲。如果純粹係大眾都受歡迎嘅，就要問下政府真係好唔得閒，咁政府就真係有機會破產啦。我同你講下，咁咪政府真係都要問。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正方咧都冇去就住反方所講嘅嗰個必然性或者嗰個消遣嘅問題去討論。即係如果咧，即政府真係完全唔應該幫助市民去有任何嘅消遣同娛樂，或者令到全民大眾開心嘅話咧，咁其實你都可以扭曲對方，就係話咁，其實嗰啲咩全民運動日啊，其實都係消遣娛樂啫嘛，佢都可以去 book 個場，然之後一齊行嚟㗎。你都 guarantee 唔到佢係會 book 個場打波嘅。咁係咪做呢啲嘢，只要係有機會有人做，有機會冇人參與，或者確保唔到佢嗰個後果，一定係有啲好散制嘅社會效益嘅，除咗法律之外，就唔應該做。即係我覺得可以嘗試一下啦，當然實際情況唔係。但你可以嘗試一下去捉住對方所講嘅係咪凡係消遣娛樂嘅嘢，或者純粹係令到全港市民開心嘅嘢，其實政府都唔應該用公帑做，咁派錢又唔應該啦。咁然之後有啲社福有啲嘢都真係純粹為大家開心一下嘅喎，咁其實都係唔應該。咁資助啲小朋友去玩咁樣又係唔應該。咁啱啱嗰個迪士尼嗰個學生去迪士尼嗰個優惠又係唔應該，咁好多嘢都唔應該。咁但係香港政府咁多形勢，咁有啲咩應該做咧？咁我覺得就可以多啲去執。咁到第三樣咧，就係最後一樣，就係喺嗰啲公辯嘅環節同埋自由辯論嘅環節咧，其實嗰個策略都係好重要嘅。嗰個策略即係雙方都要注意下個策略，即係我都期待係有一啲層次去咁樣去反問或者去到總結嗰個演辭。即係譬如咧，你公辯嘅環節，咁當然你有權去終止或者打斷對方嘅發言啦。但係咧，其實你要拿捏嘅嗰個位置咧係十分之微妙嘅，即因為評判其實都期望聽到對方答咗一啲嘢先，因為其實我覺得公辯嘅環節咧，最主要就係想點咧，就係透過你嘅發問去突顯對方嘅弱點。
咁如果你就齋發問，然之後你第一你又唔回應或者唔歸納對方嘅內容，即係回答嘅內容，又或者你冇俾足夠嘅時間對方去回應嘅話咧，咁其實你係浪費咗公眾嘅環節，就變咗你係我有十條問題咧，我就覺得問咗就可以攞分㗎啦。咁但係其實你記住，你問問題攞唔到分，你問到對方答唔到先攞到分，或者你問到對方答得差你先攞到分，或者先幫助到你後場去推進。咁所以我覺得今場咧就答就反而冇乜好大嘅問題。咁但係攻嗰度就要小心啦，因為我就覺得我自己咧比攻辯嗰個環節嘅分數咧，如果高啲一定係喺攻擊上面係有策略同埋有鋪排嘅。其實今日咧，我覺得其實係反方做得好少少嘅，即係個攻辯嘅策略上面，即係至少你譬如你打嗰啲公堂運用，其實你都明顯預咗對方係唔知嘅。你無啦啦問我政府開支有幾多，其實我係唔知，但你好似政工主辯你有講過，咁但係去到問結辯嘅時候就唔記得咗。咁同樣你問我根本工上你開支係更加唔知啦，我今日你交通委員會上你開支幾多你唔知啦。咁所以呢啲問題係好嘅，咁但係究竟你問完之後你想點？你就係想突顯對方唔知道政府用幾多錢啫嘛，但政府即係反正方唔知道政府用幾多錢，究竟同佢變成乜關係咧？咁我又唔好聽到。咁但係我覺得你做得好嘅地方咧，就係你去到後，即係去到公辯嘅後邊嘅環節咧，係講得出。如果你係用公帑嘅同燒錢嘅嗰個關係，咁我覺得呢啲其實就應該放上去打多。咁啊，講住參辯先，咁其他有額外補充嘅地方咧，就交俾你去。想全部人睇曬所有賽事嘅咧，我哋嘅立場，因為我覺得對少少奇怪。
就係買咗翻嚟，跟住就話你要俾啲協議，個協議咧就係咧收費同啲即係維修收費咧又唔好同佢競爭嘅喎。咁按道理就應該係都要免費播曬出嚟㗎啦，即係你都冇得同佢競爭喎。咁其實你最終都想要睇曬嘅。我嘅立場咧，你應該唔需要嘅，因為你話如果嘛，如果就一定要上。但按你哋方案咧，我唔知係咪真係好清楚。總之我覺得有少少有啲奇奇怪怪咁嘅方案，即係你好似又想地都要有啲人要免費睇到啲嘢。如果我嘅立場，其實我有少少唔係好完全嘅，因為你係娛樂活動需要上都有啦。咁但係你嘅方案好似其實都應該要免費嘅，可以冇嘅喎咁樣。即係你喺呢個免費同免費，即係話一定場數啦，你講十個或者廿二度啦，其實咧係有少少進退有少失距咯。喺呢個位置上邊係唔係好確定咧？究竟你想點樣樣？一係覺得娛樂，你就企死呢個位。其實而家有好多都可以俾你免費睇咯，有冇人叫你睇曬佢？有啲係收費嘅，冇問題啦，你付費啊嘛，唔係所有娛樂都免費俾你。即係企死呢個位置。如果唔係咧，好似又覺得。所以政府會問你，咁你唔使免費睇啊，你唔睇曬，咁你又唔好知點嘅喎。咁我覺得呢個位咧要留意聲下。第二樣嘢咧，我覺得都要諗下咧，就係即係呢個政府用公帑咧，係咪必須係同市民嘅生活質素係冇乜關係嘅先可以用嘅？嗱，因為通常咧，你舉啲例子都係即係娛樂嘅嘢，好似冇乜。需要公帑啊嘛，係咪同市民呢類有關嘅都唔使啊？譬如體育，咁體育呢樣嘢本身係健康啊，定還是都娛樂嘅成分，有一種嘅喜歡程度裏邊嘅咧？我覺得呢個都係噶。譬如政府咧都會免費俾啲市民睇嗰啲嘅博物館啊、藝術館啊，咁嗰啲係咩用事咧？免費喎，你反反佢咧？即係我覺得你嘅用公帑，咁樣用公帑，嗰啲算唔算一種某啲人中意嘅嘢？係一種娛樂，係一種生活素質。如果呢種係一種生活素質嘅話，政府都要委補助。咁如果睇波係一種生活素質嘅其中之一，或者運動係其中之一嘅話，咁覺得唔得嘅咧？咁政府都會花錢做嘅嘢喺藝術文化或者歷史推廣上面，一定有事情嘅。政府一定抌錢嘅喎。但我哋好想話政府其實唔好啦，博物館啲都冇免費㗎，應該要全部收錢，因為嗰啲都唔關事嘅嘛。你點樣睇呢類型嘅例子咧？呢啲牽涉到你點樣睇公帑同埋個本質嚟。咁我呢個係一啲嘅睇法，就咁多啦。向邊個買世界盃直播權啦？買邊啲直播權啦？
助到市民大眾去認識港隊啦，推動體育發展。咁呢方面可以講多啲啦。而第二點、第三點啊，你哋講到一個惡性競爭嘅問題。咁你只係講緊一個電視台同電視台之間嘅惡性競爭。但我覺得如果你想推得更加深入，你可以講多少少就係呢個惡性競爭到底會唔會轉嫁俾市民咧？即其實對於市民嚟講，我而家想睇波啦，睇曬六十四場啦，我要去 now 買噶嘛。咁但係其實因為我都有 track 呢條辯題啦，咁我就揾到資料就係話以前可能睇直播要睇曬咁多場咧，百幾蚊嘅啫。到而家我要去 now TV 買咧，係800多蚊嘅。咁呢個過程當中個成本轉移其實係咪因為呢個惡性競爭而嚟咧？咁呢個你又可以講多啲喎。咁點解要講多啲部分咧？其實就係亦都係避免咗人哋反覆話你浪費公帑，因為點解要用公帑去買呢個直播盤就避免市民繼續被壓榨，繼續被呢個成本轉移令到佢哋睇波都要俾好貴嘅收費嘛。咁我就覺得呢方面你哋可以講得再長遠啲。至於第二個論點咧，我係有少少質疑，就係講公平公義個位，因為你哋嘅講法就話有錢人做到呢樣嘢，我想窮人都做呢樣嘢。但其實呢個社會入面好多嘢都係有錢人先做到，即係譬如打高爾夫球、遊輪、遊艇會嗰啲。咁你係咪要政府用公帑買曬啲窮人咧？咁你先達到公平公義咧？咁呢一部分我就有少少質疑嘅。咁總括而言，我覺得政方咧喺兩方面可以再講多啲，就係體能發展上面可以促進到啦，同埋防止惡性競爭可能轉嫁俾市民嘅，所以政府先要出手去制止呢種惡性競爭。咁呢兩方面講多少少會比較好。咁至於反方咧，我第一個質疑係質疑你哋嘅方案嘅，因為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你哋方案咧未交代得好清楚。而我自己咧就睇過澳洲嘅例子，咁佢嘅例子大概就係話私營電視台同公營電視台咧係唔可以互相競爭，而點樣互相競爭呢？就係公營電視台可以優先去買個世界盃直播權。但係如果在世界盃開賽三個星期前佢都不買的話，私營電視台都依舊會買的嘛。咁即係對於我嚟講，其實佢哋都係同一條競爭嘅跑道上，只不過其實佢係禁止咗其他私營電視台先去買。即係換言之，其實我覺得同正方嘅邏輯係一樣，就係公營先去買咯，然後佢有位正我先至俾私營咯。咁其實我就會覺得你哋呢個反方案好似講得怪怪地，所以就我就對於你哋反方案咧就唔係太 buy 嘅。咁再對於你哋論點想質疑咧，就係話審慎理財呢個位咧要處理得再小心啲。即正如頭先嗰位評判所講啦，其實政府有好多錢咧，都係一個消遣嘅用途。即平時咧，政府嘥好多錢去做嗰啲街頭藝術、街頭設計，幾嗰啲斜坡啊，幾嗰啲圍欄咧，佢甚至乎係消遣添啊，都冇人睇，都冇人知佢係藝術品嘅喎。咁呢啲叫做浪費公帑咧？咁你可以話係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如果政府預備咗好多啲執行去拋俾你哋咧，你後場。所以審慎理財呢個位置要處理得再小心少少。而我覺得你哋今日有另外一點就係、是、你今日同我講啊，正方今日話咧，收費電視台依然有生存空間嘅，因為佢哋係喺破天超去吸引新嘅顧客，結出盡去令佢哋買呢啲收費電視台。咁我覺得你就可以拋多啲質問俾正方啦。既然你今日講到話呢個世界盃咁多人睇，咁英超都好多人睇，奧運都好多人睇 ，NBA 都好多人睇，所有直播賽事都好多人睇，你係咪要政府全部買曬佢咧？咁你既然講到話與民同樂喎，又話面朝又有生活素質，咁點解你唔所有嘅體能城市都買曬佢咧？咁政府負唔負擔到咧？咁你要你嗰啲收費電視台仲有咩生存空間？咁所以你就可以推多部分逼問佢哋咯，咁就加多啲壓力俾直播啦。咁總括而言，我覺得今日反方咧有個感覺就係你哋嘅主線上比較有少少混亂，混亂嘅原因因為主線稿冇太清楚講出你哋想立論嘅方向，其實有啲立論咧去到後場先至講得再清楚啲，例如一貫就同我講話零八啊、奧運或者零九東亞運咧都唔能夠提升體育氣氛嘅，跟住再後場先算再講多啲浪費公帑嘅原則，咁我覺得呢啲清晰啲嘅論據或者推論可以擺翻主線，咁其實我一聽就會明白清楚多啲反方嘅進攻咯，咁今日。反方得票二，換句話講，今日係反方，好多人都八周年。